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5月26号哦，旧历的4月28日。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英靖乡民手拿白布条，针对这英靖乡的都市计划表示抗议。因为县政府都理财团霸占民地，民众是起家表达一定的反对到底。新彰化市长吴国明讲有意思投入民地市场选举，抛出议题，讲65岁时代免健保费，受到乡亲甲市民代表的关切讨论。另外，在彰化市公所是将市政艺术中心重新整修，作为共和市议的联合社区活动中心，甲白客用典礼哦，闹得滚滚。后来，乡亲早起哦，伫在彰化县政府头前，讲有一场在抗议的行动哦。来自在永靖乡哦，讲在上百位的民众讲头白这个白布条，手拿在抗议的标语，质疑县政府对这个永靖乡都市计划、东沟排水哦、南干排水的这个政治计划有哦想做业务，都立在特定的财团，为着要来维护做业务，因此表示哦一定的反对到底。在县政府尤其北部调抗议县政府都理财团。当地居民讲，在当地住几世人，印象中干老八七水灾的时阵做过大水，既然饮水的几率无高，是安怎要拓宽排水沟？一家伊个百外年，哦，一个八七水灾要饮水呢。因阵就个人到三十岁，天搞出名，这也是出名贵位的呀。毛基民进不满地表示，官府征收民地要拓宽排水，说是撇开财团的土地，根本就是道理。这一家奇怪，这民那地按这老哩，这财团的地按个这今日五五焦点，讲过这个期望哦，见偌久啊，唔捌去看。公布水族署解释，这项计划尽量无拆民地，嘛拢使用公有地加水利地，拢总87%。顶新土地嘛征收8%，私有地大约征收5%，并无民众所讲的都理财团。这个公有地吼，包含这个水利地跟公有地吼，加起来吼是87%，然后啊顶新的地吼是8%。其他的5%哦，才是其他私有地主的一个土地，所以这个可能民众有一些误解。针对民众的指控，丁新集团嘛回应讲，光复征收的民地，丁新占上多，卡苏要抗议嘛是丁新抗议才对，但是为着避免淹水，丁新愿意配合政府。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好，过来哦，这个前彰化市长吴国明哦，讲有意思来加入年底的市长选举，为着争取选票，是来提出65岁以上的时代免纳入的健保费。26号哦，这彰化市民代表会开会哦，是来引起这市民代表热烈的讨论哦。代表就来质疑，这市公所财政困难，根本就无这个能力来负担，而且哦，这市长邱建富嘛来表示，预算是来超过两。所以这个可行性哦是真低。前彰化市长吴国明提出彰化市65岁以上老人健保费免费的议题，在彰化市民代表会临时会引起热烈讨论。市民代表针对法令限制和财政困难提出质疑，认为可行性真低。健保费，咱公所来拿，
这65以上彰化市所有的人口数偌济呢？一个月要负担偌济？一年要负担偌济？这本身啦，那照卡主给讲的啦，这负担是不小的。彰化市就等于讲，把这财源拢开落啊。代表高雄会也提出质询，市公所是不是有财力会使应付2亿以上的负担？千万唔通到时阵财政困难，搁甲责任塞予代表会无通过。阮当个民意代表爱来顾咱的这个市况，为咱人民的咱的荷包来看紧。那么咱的做修订的啦，你随意的提出你的政策，你讲要6000块，啊，你即马甲发发的，然后第二年没有办法发出去。到时个帮阮代表会，都因为无钱，阮代表会无通过。那么到尾啊，责任阁由代表同仁来咧承担。请问局长，针对这个政策，你感觉阁你敢提出来？虽然是一个好的这个福利政策吼，但是呢，爱从长计议吼，袂使因为这个社会福利来拖累着咱的这个建设经费甲其他经费吼，安尼时阵是就会得不偿失啦吼，是无落去实施啦吼。算讲这个部分，我无可能去提出来。彰化市的福利措施整体来讲拢袂歹，但是近年市库渐渐减少，福利补贴金额已经有调低，加上各方面的基础建设拢需要经费的增添下，老人健保费想要免费的这个议题，可能面临真大挑战。大众新闻淡青彰化采访报道。来看彰化市光复信义社区的这乡亲是真欢喜哦，讲五万真久的这社区活动中心总算是来落成启用。虽然是从这旧的市政艺术中心哦来做整修，不过内面的设备却是真完善哦，讲有这运动娱乐开会空间哦是应有尽有。彰化市最近真侪活动中心陆续完工启用，26号市长郑南甲社区居民阁欢欢喜喜迎接光复信义联合社区活动中心落成精彩，就是市长造福社区发展的目标。看到两里啊，咱这里面时段，大家吼，安尼无分你甲我，无分吼长辈，无论讲少年家，大家咧都一家咧整理。在咱两个社区理事长、两位理事长带领之下，大家安尼整理甲清气溜溜。拄只入面时阵哦，就是这个咖啡厅咧。那么希望讲在咱彰化市73里啊，咱66个社区啊，一旦咧拢有一个大家活动的所在。原本是市政艺术中心的场地，会使顺利作为社区联合活动中心，达到空间活用的功用。副馆长郭定峰更加是鼓励居民会使充分利用，丰富课程学习甲情感的交流。各项的这个联结活动、运动各项的这个研习吼，啊，甲咱的学习教育吼、休闲休憩拢有较好的所在吼。一个社区经营较好吼。这是非常辛苦，服务到真侪居民所以伫遮嘛，希望大家吼有遮尼好诶场所，会当来发挥上大诶功能吼互咱感受到咱地方即种快乐幸福诶感觉。联合活动中心位置巷仔内，环境闹中取静，基地面积有60坪左右，设置有2间练习教室加艺文走廊，是小而美空间营造。卡数会使好好运用，同款会使发挥真多元的空间利用，造福地方居民。大众的新闻，淡水彰化采访报道。2014中台湾农业博览会6月14号到7月7日，伫个即溪州的费兹洛公园举行，准备要予乡亲哦体验即农博的农业艺术甲文化之美。马上回来。